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十个案例来自于哪里哦？第一个水果贩卖商的传染链哦，那总共是有四个哦。那另外的话，台北返乡的家庭的一个群聚，那是一个；那台北的旅游史的家庭群聚也是一个哦。那这六个都是在我们居家隔离的时候发病的，所以都在掌控中。那另外，台中彰化社交群聚，昨天我们也讲到，那从这个台中来到彰化住一个晚上，那昨天是四个家人那确诊了，今天呢，另外那三个通通确诊，另外一个在台中彰化职场的一个群聚也有一案哦，所以今天总共是有这十案哦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公布的足迹有四个哦，那是在5月22号12:30到12:40，是在全家彰化金狮店哦，也是在我们进德路27号，在彰化市哦。那23号也是一样，这一家这个金狮店哦，全家哈、哦，那是在晚上7:20到7:30哦。那5月24号是早上7:50到8:00，是在 7-Eleven 的张公门市哈。那5月25号，那12:25到12:35也在我们全家的彰化金狮店哦。